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乌来立体林业场，今天造访同后林道，行程结束之后就顺道来乌来老街逛逛。我第一站造访妙心寺，是乌来神社的原址。两年前造访妙心寺，因为正值疫情期间没有对外开放，所以今天就来重访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进入参观。这是乌来分住所，不晓原址是不是日本时代的乌来住宅所。我妙心寺的石阶步道就在分住所旁边，妙心寺就在上方处。以前石阶步道沿途有几处神社遗迹，现在就仅存这守水社的残迹。昭和14年吧。奉献者是台湾埔里街陈万之。奉纳这个水字就很清楚了。继续往上走，啊，这个小门没有开启，到正门看一下，啊，妙心寺，今天还是没有开放，而且连这边的通道都关闭了，可以自行开启吗？锁住了。我在这里等待一下好了，看会不会佛度有缘人。我离开妙心寺，就走大马路下山。可能我元旦假期吃太多肉了，又喝红酒，所以无缘。前面是妙心寺的山门，哦，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鸟居的 feel。哎，这是神社石灯笼的基座吗？我会不会误把冯金当马良？妙心寺，这是开山法师中坦锦题，所以这个山门应该是开山的时候就有。这是乌来神社的遗迹吗？石柱默默无语。对面就是乌来吊桥。乌来吊桥。乌来福德宫，福德正神。乌来福德宫正面对着妙心寺。乌来风景特定区，我记得20-30年前过观光大桥进入乌来特定风景区的时候要收费才能进来，可见早期的乌来风景区是台湾非常热门的景点。我要从这里左转温泉街，哎，没关系，赶快过，拜拜，拜拜。乌来老街这边的河床现在都是禁止进入戏水，
因为前面有桂山电厂的排水口，前面那里是雾来台车站，我从那边去造访雾来天主堂。雾来有很多温泉汤屋，这是伊豆温泉会馆，这是水岸温泉会馆，欢迎大家来雾来泡汤，我这是免费易配。揽胜桥，雾来台车站，雾来台车站到了，这边通往雾来天主堂。先来看一下台车站，这里可以搭乘雾来观光台车到雾来瀑布风景区，1.5公里，单程全票新台币50元。雾来天主堂，法蒂玛圣母朝圣地，1917年，圣母玛利亚曾在此地多次对三名牧童显灵，并向他们告知三个预言秘密。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被天主教会认可，而成为著名的法蒂玛圣母朝圣地。我非常喜欢这座天主堂，因为圣母是穿着泰雅族的服饰，而且有纹面，入境随俗。刚听别的游客讲才知道，今天是台车的公休日，难怪都没有什么游客，整个车站空空荡荡的。莫安德神父在台湾奉献40多年的岁月，莫神父在雾来地区服务20余年之久，所以这栋建筑就命名为莫路的家，以纪念莫安德神父。这边往下走就回到温泉街了，这是云汤温泉会馆，这里有一整排的温泉汤屋，五一温泉。左侧一条巷子，以前这里是可以通往雾来野溪温泉，不过现在已经都封闭了。现在这个区域是禁止进入，对面就是电厂的排水口。对岸那栋建筑是雾来发电厂，1942年兴建，不过因为太平洋战争末期，从日本运往台湾的发电机组被美军击沉，所以到1945年。这座电厂没有完工，而是由台湾电力公司接手，在1951年，民国40年完工。雾来发电厂历经两个时代、两个政权，合力完成，现在已经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了。这是我现在的位置，对面是桂山电厂排水口。雾来发电厂现在是属于桂山电厂雾来机组。很多年前曾经在这边的溪谷野溪温泉戏水过。再往前走一小段，雾来邮局，这是情人温泉。这是汤布院，龙门精致温泉民宿，这是鹤雅温泉会馆。发电厂的水利来自南势溪上游的罗好坝，还有统后溪的阿玉坝，将水流引至这里发电。前面那边有人在游泳。电厂的上游就不是属于管制区了，去看一下。哇，旅行遇见猫咪，你是有人养的？拜拜。这里通往野溪温泉。
刚听游客说前面那里有野溪温泉。哦，既然来了，我就去看一下。对面那里有一两池野溪温泉，光看到他们是游泳过去的。哇，在这里遇到粉丝了，没想到在上游这里还保有一处野溪温泉。对面那几池的水质比较好，对对对，在电厂旁边。好，好，下来玩了。我不敢下去，今天没有准备，今天只是来看看而已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我离开这里了。拜拜。我现在往回走了，走往乌来老街，乌来立体停车场。哎，我爬山啊。嗯？哦，你认识我？哦，在龙门遇见粉丝了，可以拍照。哎，哦，龙门温泉会馆。乌来老街，哦，这是很热门的山猪肉香肠，上次有买。这是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，今日公休。根据资料，这里是日本时代的公共浴场。免费入场，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休馆。没有心事，停车场就在前面那边。那我今天下午的乌来散步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